那个蓝色好好看，我要买。哦，好，一阵雷阵雨一只。我以为我是个少女在等雨停，结果我是一把伞，你是一场雨，让一切都变得有意义。哦，我也没有要买左岸咖啡，我要买指甲油。这就是指甲油的文案啊。但是刚开始就是只是觉得好玩的名字，我不想要叫它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我就说，哎，这不错，我就问他说，如果有指甲油叫豪门，你会买？然后我们同事就会说，对呀，没办法叫豪门，也要涂个豪门吧。UNT 的文案啊，瞄准小资女情怀，背后推手就是这对年轻兄妹，他们一年可是可以卖出100万支指甲油哦。因为一才师今年的主打嘛，所以我们就要想说要拉大那个指甲油的。所以你们拉这么大哦？还不够大，还要再把它拉更大。这两兄妹一起经营哦，啊，会不会吵架？嗯，听说常常吵呢。你知道那个洗脸刷吗？你还没进台湾以前，我就说我要做，他就说你怎么买？我如果发现别人比我强一步，我就跟你说，你看，吵归吵啊，但这两兄妹啊，把一个小小的网购品牌啊，做到销售额10亿，还卖到100多国嘞！哦，这样你厉害。罗马尼亚哦，然后捷克，嗯，就为我们开发的，这样子哦，就是，所以还蛮特别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。寄到国外就是常常会有耗损，然后再来。那这两兄妹不就是台湾之光了？两兄妹感情好，连试用都要吵一下。他的手指头好丑。对啊，很可是我的甲片很大，皱纹又多。你要涂他的时候，你要调整，因为他的形状。哎，对呀，啊，不过指甲油到底要怎么涂才对啊？嗯，那就让检视金开一下一周刊小教室，教你怎么涂指甲油。中指跟大拇指握在两侧，然后中间食指是这样。那第一件事情一定要上 base， 在中间这边先上，然后在两边，然后上了以后呢，前面稍微包一下。一周刊小教室，我们下次再会 ，Goodbye。